好，我们现在来针环巢穴。环巢穴是在这个无名指，也就是 ring finger 的，在它的 ulnar 尺侧边，那么第二环的尺侧边，第二环的尺侧边的中央。那么你可以发现这边的肌肉下面是红的，这边是白的，我们叫做赤白肉际。啊，在中间我们取了中间位置过来，用你的针柄的后缘先做个 mark，然后你回过来针的时候是从指骨的上缘往下针，但不是说这样子针法。而是像斜从这指骨上缘针下来，看到这边下针。